逍遥游结合了北风一身所学，所有的剑招完美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。这不仅仅只是北风所掌握的剑招排列在一起就算完了这么简单，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武技。古有剑仙李白以一身所学为根基，博览天下剑招，最终创造出了青莲剑歌，杀伐第一，攻击力举世无双。而北风现在也正在向着这一条路走去，尽管远不如剑仙，但也算是有了自己的道，正缓慢而坚定地向着前方探索。我如今不过堪堪入门，距离逍遥游小城都还差得很远。如果此时逍遥游达到小城，我甚至能够以此时的修为击杀天地境。北风自语，双眼亮得吓人。片刻之后，北风回过神来，摇了摇头。说起来简单，可想让逍遥游小城又岂会这般简单呢？之前创造剑招，纯属是妙手偶得，感悟天地自然而成，不拘泥于形式。可是到了现在，却又不得不观看大量的剑招了。北风感觉到有些好笑，原本就没有学过剑，但却创造出来一式式可怕的剑招，结果到了现在，反而感觉到力不从心了。越练越是糊涂。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创造出一招半式了，就像是创造逍遥游消耗了我所有的底蕴一样。北风沉思着，而后接着说道，不过这只是假象，之前没有学过剑，反倒是充满灵性，妙手天成。而当创造出的剑招越多，对剑的理解也就越多。可理解的越多，越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如同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。这个时候反而是迷糊了，创造不出来剑招。这是因为我自身的眼界受到了限制，想要更加的理解剑，唯有汲取百家之长，先入世而后出世。只有足够见识足够多的剑招，才能够打破眼前的禁锢，从而出世。北风说起来是因为积累不够，一旦懂剑之后反而是愈发的不解了。就如同最简单的一加一的问题，任何一个成人都知道等于二，可是在专精数学一道人的眼中却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站的位置足够高，知道的事情足够多，才能够真正的认清自己。不是认清自己有多么的伟大，而是明白自己有多么的渺小。就如同井中蛙坐井观天，当在众人嘲笑这一只青蛙的时候，谁也知道这是不是有更加伟大的存在正在嘲笑着众人呢？我需要的是底蕴，见识海量的武技，不仅仅局限于剑招，正好我手中还有海量的贡献点，足够我用了。北风思索自身的情况，并没有盲目的使用血魔肉汁，因为北风才突破到准提境不久，一身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。当突破到准地境的时候，实力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，当场提升的实力只占据 70% 左右，剩下的 30% 需要一段时间才会释放出来。而现在北风就属于这样的情况，突破之后的修为增长高速期，每天的实力都在增长着。现在服用血魔肉汁可谓是暴殄天物，服用之后会平白损失很大一部分能量。趁着这段难得平静的时间，正好为逍遥游打下无比完美的基础。北风吩咐了吕布等人之后，转身直接向着宗门的藏经阁方向走去。藏经阁没有在主峰之上，而是在主峰地下，整个主峰下方都被掏空了，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间。不仅仅藏经阁坐落于此，还有宗门最让人恐惧的部门也在此地。刑罚殿，刑罚殿拥有超然的地位，监督整个宗门，其实力深不可测，甚至在所有的分支之中都能够排入前三。地下空间之中并不昏暗，甚至还有着各种植物生长良好，穹顶之上镶嵌着一轮轮的烈日，散发着柔和的光线。藏经阁位于地下空间的左侧，占地有10里，共有9层，散发着腐朽沧桑的气息。微微破败的藏经阁让人深深地怀疑会不会突然倒塌。咯吱一声，
北风迈步上前，推开紧闭的大门进入其中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，天道酬勤。刚一进入藏经阁之中，映入北风眼帘的就是一副对联。进入藏经阁之中，浩瀚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似乎让人在这一刹那受到了洗礼，心灵通透，头脑清明。而在一旁柜台之上，一个浑身充满腐朽气息的老人正在打着瞌睡。藏经阁之中已经有不少人在了，没有人说话，都是在一排排巨大的书架之上游走，寻找着适合自己心意的功法武技。这是第一层，第一层之中呢，只有一些奇闻异志以及一些修行笔记，能够摆放在第一层的典籍谈不上珍贵，多是基础。最高的呢，也就是支持武者修行到千年王的境界，是以流连在第一层之中的武者多是一些百年境的小家伙。万古天宗之内人数稀少，内宗拥有最为强大的战力，而外宗则是数量庞大。漫长的时间之中，外宗之中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，有弟子之间相互结合形成的家族，也有各个堂口。而万古天宗离开天目星的时候，这些弟子的直系后人也是被带着离开。北风没有上去第二层，反而是在第一层停留下来，认真的在武技区观看着海量的典籍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基础是一切的根基，重要无比。北风明白这个道理，理论上任何剑招都是从基础剑法之中脱胎而来，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北风并没有贪功冒进，反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选取着第一本的典籍呢，就是基础剑法，真是奇妙无比。这基础剑法越看越是深奥，每一次观看都会有不同的体会。北风手中翻动着妖兽皮制作而成的典籍，惊叹无比。原本北风还是有些自傲的，因为没有接触过剑法，但却能够创造出来种种威力强大的剑招，这让北风是有自傲的本钱。可现在观看了基础剑法之后，北风这点自傲轰然崩塌了，如痴如醉地观看着典籍，手中的典籍如同一本绝世的功法武技一般。果然，我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仅仅只是观看基础剑法，就让我寻找出了众多的缺陷。经过这些修改之后，我创造的剑招威力最少能够提升三成不止。北风感叹着，只感觉自己真是坐井观天了，闭门造车果然要不得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